聊天伊就惊讲，你哪知伊在搞点招嘛？我知影，怎么闯门出门？好咯，咱搁行几里，就到锦州屯街。我知道。
Yeah.
言论的敌呀，无用此番出战，真是安人耍得好结棍。我是这个西魏人出身的王爷，异想天开，冤家路子硬闯，偏偏要闯什么龙家路？那就文章起家的龙家路，你们来了，是酸奶跳去跳去酸奶，别不好笑，一定酸奶。定亲的父啊，定大人哥，我难道连这个人工能进的龙家路还耍无嘛？我的此言惨，你。你龙家如此容易，可不从这个米毛村多阿朱兰诺啊！谁说把龙家排斥？这米毛子冒侠气！我是这个天上地下如此花样万貌，那我天！莫非是这个米道的儿子恩天才来领酸？了得此言差，俺龙脉太有儿子满山挑现金的，我本登上俺的龙龟，这东关银料啊，不在油门，瓦分瓦贵，阿金色鬼了我呀！只可惜小弟是无福行此路。来这个移花接木。
吃不尽是清官，阿弟这些货精邪残啊，但是不是骗人的骗子。那是怎么？这一刷新，了解的是哪个事？专门管的事情，一定要成功，不是要让爱人骗你。这，你我这是小弟差点给你啊，给中午出来，表演。
呀，得出先好，令人家才改名为妖怪，是妖变好，是听好，令人前来报名，英雄哪走呢？请大夫就不够朋友，令人家请客啊，是妖爷，恭喜啊！